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啊。这个从那以后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看到是怎么说啊？他说 ：“Since that time, various types of hovercraft have appeared and taken up regular service. Since that time， 就相当于咱们前面讲过的 ‘ever since’， 从那以后。那么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这个气垫船都已经出现了。这个 hovercraft 气垫船，它的复数既可以是 hovercraft。”也可以加 s hovercrafts 都行，但是 craft 的复数一定是 craft， 这个没办法，见一个记一个啊。已经出现 and 引出病例句，并且怎么样呢？它的主语还是各种各样的气垫船，所以主语不用说了，并且已经开始了这个有规律的使用。它不光是做实验了，在生活中可以天天看到它有规律的使用。take up 表示开始某个任务、某个工作 ，service 在这表示某个东西、交通工具啊、某个设备的使用。是这个意思，已经开始了频繁的使用，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里边我们看一看一些词，尤其是这个 take up。什么叫 take up 呢？就是 start or begin something， 开始某个东西 ，especially a job， 尤其是某种工作。那这个气垫船也开始了搭载人的这工作吗？也是开始某工作吗？对吧 ？He/she has taken up a job as a teacher。现在他已经开始了作为老师的他的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这 take up 开始，尤其是某个工作。这个 service 呢更重要，它是个不可数名词，表示设备或者交通工具等等等被使用或者得到使用，这么一个状态，不可数名词。它是 used to talk about whether a piece of equipment, a vehicle, etc. is available to be used or how long it can be used， 就被用来谈论是否一个设备不可数名词，所以一件加 a piece of， 或者一个交通工具等等。能不能可以得到被使用，或者它能够用多久，就是设备、交通工具等等等等被使用，并在得到使用、付诸使用，这个意思叫 service， 经常在固定搭配里边。比如说 ，these trains have been in service for many years. In service 就在得到使用，正在使用之中。这些火车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现在就不再使用了，叫 out of service， 对吧 ？The escalator is still out of service.这个 escalator 就是我们说这个扶梯了，这个扶梯现在已经依然不能使用， is still out of service， 依然不能使用，这个被使用的状态叫 service。再比如说 steel tools can give good service for years， 这是这个钢的这个工具可以很好的使用好多年，就是给我们很好的使用，就能够很好的使用很多年了，这个 service 表示使用。那这句话就好理解了，从那以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垫船出现了，并且开始了频繁的使用，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用这个东西了啊。看本文中最后一个长句，他说 The hovercraft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large areas with poor communications such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It can become a flying fruit bowl carryingbananas from the plantations to the ports. Giant hovercraft liners could span the Atlantic, and the railway of the future may well be the hover train riding on its air cushions over a single rail which is never touches at speeds up to 300 mph. The possibilities appear unlimited. 这个句子很长，但是出现好多并列结构，分号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分号等等构成病例句啊。那么第一个病例句说 ，The hovercraft， 这是气垫船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large areas， 在面积广大的地方尤其有用。hovercraft 前面加定词的不是表示那艘了，这不是特指是类指，单数前面加的对吧？就气垫船这个种类了，在大面积的地方尤其有用。什么大面积的地方呢 ？With poor communications。后置定语来修饰这个大面积地方，就是交通很不方便的大面积地方。后面还有一个后置定语，先类似于像这个非洲啊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交通很不方便的大面积地方 ，such as Africa or Australia 是修饰整个的 large areas with poor communications。举例了非洲还有澳洲，面积广大，交通很差。好，第一句话结束。It can become a flying fruit bowl。它能够变成这个它还是指前面这个 the hovercraft， 形式是单数吗？所以这个代词还是用单数 it， 它可能会变成会飞的果盘 fruit bowl， 就是
盛水果，大碗大碟子果盘。什么果盘呢？后面有个修饰语，能够把这个香蕉从种植园送到港口上的巨大的飞行的果盘。carrying 一直到 port 可以看到后置定语非谓动词呢修饰这个大果盘。那分号一句话结束。第三个便利句 giant hovercraft liners 巨大的气垫船构成的大的客轮 liner 就客轮或班轮，这个在三册第十课见过，就运输乘客的这个大型轮船，它不光能运东西还能运人啊，能够呢跨越这个大西洋 span 是跨越过去。分号结束，又重新便利句 and 并且未来的铁路 the railway of the future 怎么样呢 may well be the hover train 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气垫火车，现在就是悬浮式火车，悬浮式列车现在已经都出现了，我们都能看到了。这个 may well 或者 might well could well 怎么讲过，表示推测可能会怎么样，固定搭配可能变成气垫火车，然后呢这个 riding on its air cushion over a single rail which is never touches at speeds up to 300 mph， 一大堆后置定语修饰这个气垫火车它行驶在空气垫上，在一个单轨之上然后这后面有个非线性定语从句 which never touches 修饰这个单轨，而这个气垫火车根本都不用碰这个轨道然后 at speeds up to 300 mph， 就是以这样的速度，什么速度呢？ up to 表示上限值多少，能够多达最大值，能到达到每小时300英里。mph 当然 is short for miles per hour， 每小时多少英里，最多能到每小时300英里。后面一个破折号，最后总结一下，他说 the possibility 这个潜在能力看似是无穷的，就是气垫船能够变成气垫火车、气垫班轮等等，潜力是无穷的。possibilities 固定的这个复数的名词叫潜力或者潜在的能力，是无穷的。这个也有一些小细节咱们看一看，首先这个 poor communications， 注意这个 communications 它可以表示人际之间的交流沟通，语言思想的沟通，但是也可以表示交通，这个注意容易翻译错communications 一定要加 s， 本身就是复数，它表示什么呢？ roads railways etc. that are used for traveling and sending goods， 就是道路啊铁路啊等等的被用来这个旅行或运输货物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交通 communications。 看例子， Paris has good communications with many European cities， 巴黎与很多欧洲的城市之间有很好的交通很方便，有这个意思。那注意复数名词，再比如说 its commercial success as a city is partly due to its excellent rail and road communications， 在作为一个城市啊，它商业上的成功部分是由于它的很卓越的、很出色的铁路和公路的交通。communications 复数名词表示交通，本文中是交通很不方便，不是交流沟通，这是多义词啊，这个注意翻译还有那个flying fruit bowl 会飞的果盘 ，flying fruit bowl 是一个押首韵 ，flying 和 fruit 是押韵的这个 fruit bowl 是果盘，不要翻成果碗，在中文叫果盘就是 a fruit bowl。It's a large bowl in which fruit is kept and displayed， 就是水果被放在里面并且被展示出来的大的碗，咱们中文叫果盘，就类似于这么一个东西就这里是会飞的果盘能够把这个香蕉从种植园送到港口，并且巨大的 hovercraft liners， 咱们说 liner 叫班轮， a large ship for passengers， 运输乘客的巨大的轮船叫客轮或班轮，这个早就见过了，咱们回顾一下第三册的第十课复习吧。 The traffic sinking of this great liner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First went down, first voyage of heavy lies, loss of life. 还记得吗？这个巨大的班轮悲惨的沉没将永远被人牢记，因为它首航就沉没了，伴随着严重的生命的损失死了很多人，这是 liner。 本文中是气垫班轮能够怎么样呢？ Could span the Atlanticspan 本来表示一个桥拱，两个拱角中的跨度，做动词呢就跨越、穿越、贯穿过去，这个意思就是 to stretch ride across something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to the other， 从一面一直能够延伸到另外一面，跨越过去、贯穿过去，有这个意思咱们看个例子吧。 A series of bridges spanning the river，
很多一连串的跨越这条河的这个桥，这个 span 是跨越。本文中的说，这个巨型的这个气垫班轮可以跨越整个大西洋，并且未来的铁路呢，很可能变成这个气垫火车，就是悬浮车。May well be the hovertrain, may well, might well, could well。咱们回顾，这是早就讲过的一个知识，25课讲过，就是表示推测可能怎么样，就是 used 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happen or is likely to be true。某个东西可能发生或可能会是真的 ，may, might, could 都可以 well 搭配，表示可能，表示推测。那咱们复习25课吧，149页12行到第13行，149页12行到第13行。Another patient might equally well complain that her neighbors were combining to slander her and persecute her,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about believing this statement. 另外一个病人同样可能会抱怨他的邻居们正在这个联合起来要去诽谤他并且迫害他。然而呢，人们可能对相信这个说法要相当谨慎了。Might well, 可能加个 equally, 同样可能怎么怎么样。这是表示推测。3册59课咱们也见过。3册59课叫收藏这个书。Over the years, one may well become an authority on one's hobby and will very probably be asked to give informal talk to little gatherings and then, if successful, to larger audiences. 经过多年之后，这个人们爱收藏的人可能变成了自己爱好领域方面的一个权利，并且很有可能呢被要求对小的人群发表一些非正式的讲话，并且如果这个讲话很成功的话呢，会对更大规模的人群来做讲话。 May well 表示推测有可能会怎么样。再看未来的41课，240页的3-4行，咱们第4册里边的41课，240页3-4行，训大象这棵树。 Apart from moral considerations, this is a stupid method of training, for it produces a resentful animalwho at a later stage may well turn man killer. 除了道德方面的考虑之外，这也是一个愚蠢的训练大象的这么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制造出了那些充满了仇恨憎恨情绪的这个动物，而这个在后来的阶段里边，它有可能成为杀人的这个恶魔，杀人凶手。 May well 是推测有可能怎么样，这事有可能会发生。本文中也是嘛，有可能成为悬浮式的这个火车，能够行驶在这个一个气垫之上，在单轨之上可以行驶啊，这个轨道从不触碰，并且可以高达这个最多能达到300英里每小时，这个潜力是看似无穷尽的。 possibilities 表示潜在的能力、潜在价值，或者干脆翻译成潜力。注意，表示这个含义它本身就是 plural， 就是用复数形式，就是 capability of being used or improved， 或者直接翻译成 potential。那么能够有可能被使用或者被改善，或者它的潜在价值、潜力，这个注意用复数 possibilities。 The house is very dilapidated but it has possibilities。 这个你看，我差点说成 potential， 它跟 potential 确实同义词。这个房间呢现在非常的破败不堪， dilapidated， 破败不堪的，但是呢它有潜在价值，这房子改一改之后呢大概修整一下就好房子，地点好，而且这房子这潜在价值很大，能够改善很多啊。再比如说 ，He was the first to se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lan， 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个计划的潜力、潜在价值的人，就有可能被使用或有可能被改善他的潜能 possibilities。本文中只是气垫船嘛，这潜力看似怎么样 ？Unlimited， 无穷尽的、无限的。什么叫 unlimited 呢？As much or as many as is possible， 那么这个无穷尽的，你想要多少就多少 ，not limited in any， 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这个限制的，就无限的、无穷的。比方说 ，demand for healthcare appears virtually unlimited， 确实经常跟 peer 搭配啊，就是对医疗保健方的需求看似几乎是无穷的 ，virtually 就是 almost， 几乎是无限的、无穷尽的。它确实也经常跟 possibility 潜力、潜能在打交道一块用。比如说 ，this new technology opens up almost unlimited possibilities。almost 就是刚才的 virtually。这个新的技术能够
制造出几乎无穷尽的潜在可能、潜在价值。这 open up 就相当于 create， 就是制造出无穷尽的潜在的价值。本文中说了，这个气垫船潜在价值是无穷尽的。这个文章比较老了，但是我们看到它的预言成真了。现在悬浮式列车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们的高铁很多悬浮式的轻轨，就是这个把火车用气拖起来，速度飞快，已经完全都实现了。好，29课这个气垫船文章不是特别难，但里面一些小的细节、一些句式结构还是值得咱们仔细借鉴，而且呢确实作者的预言也非常准确啊。好，29课气垫船跟老师就学到这里，谢谢。